好的，今天是台服12月4号的一次更新，那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到底是更新了什么东西啊。冰果票券大放送，在任一个模式达成游玩累积10分钟就会给你一张冰果的票券，对，然后一天最多拿10张，就这样。然后再来是冰果的活动，一条线的话就可以拿一个超越强化零件，两条线两个，三个，就这样啊，反正你五条连满就是五个，拿五个，就这样。下面基本上都一样，这个电光拳还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冰果，冰果的话，我看一下我内容物，固件山三个，圣材，是神圣制裁，不是圣材。然后固件二的奖励箱，400张延长，冷焰瞬杀者，强击，更改昵称券两个，等待室全部邀请，皇族圣痕，鬼影杀手，简单说就是塞了一堆垃圾在里面。那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垃圾哦，就比较稀有的那种垃圾。反正五条线之后，就是会有五个强化零件，你要全部弄满也是很难啊。一天十张，你到活动结束之前可以拿几张？12月4号到23号嘛，大概是190或是200那边啊，可能是200吧。一盘下来应该也要个至少稳一点，可能要个300哦，200多，300多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凭运气啊。虽然这奖励真的是没有多好，对。那如果你可能缺个一两个号码，然后你想要把它满盘的，从这里可以买到冰果票券，一张2000，对，一张2000，之前一张1000啦，我记得，现在一张2000，哇哦，可以知道现在的红利，通货膨胀。然后再来是里面有摆一些这个凤凰之翼啊，这个头饰，这个是永久的，然后一个是100000，比较推荐你拿来解一些成就、荣誉任务之类的，除非你真的很喜欢那个东西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商城，商城的部分是潘朵拉箱子一个23，然后希望之箱24块，点进去看一下，有卖10个、50个、100个，然后价钱在这边可以稍微参考一下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刚刚那个箱子，一个、五个、十个，那价钱一样是在这边。对，那可以抽到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就是火莲雾，可能是来坑你的一个箱子也不一定，看有没有勇者要去测试一下。然后下面是本次活动最佛心 CP 值最高的一个东西，缤纷女神确定箱，一个265，你可以自选一只。哦，这里面自选一只，这是第一周的价钱。那第二周的话，它价钱会变成是400多块。除此之外，应该没有其他的东西了。对，就是这三个箱子。然后出了一个模式是吧？我记得有出模式。那待会我们会来实测一下，看台服这个几率到底是怎样。好 ，Let's go。啊，刚刚试完了几把下来，我觉得台服这次的几率哦，算蛮高的，算蛮高的。相较其他服，韩服来说哈，我们就以韩服来说，相较于韩服来说，台服几率算是很高的。可以看到啊，满满的激光炮啊、诸神啊、凤凰天破啦，然后幽冥雷神啊、白虎啦、啊，通通都有。刚刚还看到一个挂机的拿诸神，哦天哪、啊，台服几率还是一样佛心啊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好吗？不用太过于担心。哦，对，然后这一样是会被爆头击杀的，所以请自省，注意好你的头部啊。OK， 来看下一把是什么鬼？叮叮叮叮，这把的话其实算比较没有那么好了，不过还是可以玩。可以看到啊，双枪啊。该有的基本上都有，可以杀僵尸的，然后转轮算还行，我觉得算可以啦，不错了。反正我们是僵尸嘛，没什么差，直接抓一波，抓一波，抓一波，妈的，轻轻松松啊，轻轻又松松，非常简单。然后跳一下那个，抓到了，飞天达叔，你妈去死！干你老师那里的力，拉一个，角落最好拉，直接拉三个下来，
在边拉边丢狂暴。哎、欸，不要抓他，不要抓他！他妈他开精准啊！傻眼，一堆圣盾是怎样？台服还是一样，超佛心，真的是，这几率，人手一把圣盾，你看，就说吧，这才是真正的拉霸，懂吗？啊，感觉玩起来就是很爽，完全就是给那种无氪玩家在玩的，对吧？无氪也能享受圣盾天剑，以及其他的什么狗神、猪神。欸、不过很奇怪啊，明明大家都是拿圣盾天剑，我就拿这种，也不是说不好，但是就是好像跟别人差了一等。哦，好啦，我比这个人好了，拿扇子的，有点可怜。哎呦 ，body，body，body。好啦，我们拿着我们的圣材啊。趁现在还没有很多支僵尸的时候，赶快去捡一下补给箱啊！啊，搞起，走！现在没人，快进来！ OK， 完美，我玩的屁眼有人，按着右键，哇操你妹！烂枪，僵尸。赶快！快点！不要啦！我要捡补给，补给在哪里？啊！不见了，补给箱不见了。哎、欸，看我不要僵尸都没了，我还开六。哦哇！下一把，白虎。送子雷圣才，现在是每把都有圣才，对不对？基本上，我刚拿了几把，刚拿了两把吗？啊，算了，我也忘记了。反正圣才几率算是蛮高的，还不错啊，总比那什么压场式手枪好吧？那什么鬼蟒也是蛮智障的，白虎哎、欸，真的很爽。白虎超好用的，我超喜欢白虎。相信在座各位应该也蛮多人喜欢白虎，但白虎比较好，比较强。而且用下去又觉得很爽，就那个射下去，那个很爽，那个伤害哦，那个 damage 非常的爽。哎、欸，不要跑，那个 BOT。穿到一下，哦，前面有，哇，你是虐尸团吧？哎 ，hello， 哟。Hello， 拍谁啦？因为我想要吃肉，所以只能放出大老虎。太过于凶残 ，Headshot。对准，哎，有点难，是真的有点难。我靠，他妈弹来弹去弹珠台是不是啊？来一颗白虎的好处是可以把别人定起来射，非常的赞。是不是可以准备丢那个我的粽子雷啦？粽子雷来也，赞了两颗，爽，有爆掉就好了。结果我精准还没开，有点可惜。看一下下一把是什么？叮叮啊，完了！哎、欸，我前面以为是个粪组合啊，没想到后面还留了一手圣剑。
可以看到台服这个是相当的佛心，至少都会让你有一把武器可以用，或者是整体怎么讲，不会到太差的武器，不要什么手枪十万干你娘，手枪十万伏特啊，然后那个主武器啊彩炮啊十万伏特啦、啊、然后小刀再给你个什么结义的隐刃啊，然后手雷再给你一个普通的手雷啊，就很智障。叮叮叮叮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比起韩服的几率来说，好太多。台服就是台服，佛心是福气，真的佛。来吧，克里斯多福气。开拓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多福气，诶，怎么又是多福气啊？他很可怜呢。咻，僵尸数量还是太少了。赞喽！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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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爽啦！来开大招，星滚，开舵！啊，哇，错塞！完了完了，没事没事。顶墙戳，真是有点惨啊！而且他还射不到人，你知道吗？来开舵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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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够了够了够了，隐身，够了够了够了，这样就够了。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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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、欸、屁的哦，为什么都没出到哦，我的问题我的问题，我太菜了。好，那我们再试一下最后一局，看一下最后一局的几率到底是，你看其实我说的没错啊，就是一样至少不会赢到太烂，可能要拿到烂的几率相对比较少，少很多。我是不保证，不保证真的没有烂的，但是至少目前看到几局下来是都可以玩的武器啊。哦，总结下，这次台服的拉霸应该算是几率也是蛮高的，哦，转到神枪几率是蛮高的，所以非常适合那些无氪玩家。或者是回锅玩家，那个可以来玩一下的，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哦，干你娘！啊，算了算了，刚好刚好就到这边。那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